佢兩個咧喺3月2日嘅時候失蹤嘅。咁佢哋曾經話過自己會翻上大陸，但係到而家咧都仲未翻到。究竟佢兩個係去咗邊咧？有人同我哋透露，喺上次殘殺咗一對60多歲嘅夫婦，並將佢哋肢解。係我殺死阿爸阿媽。并透露佢同第二被告早在半年之前已经开始筹备杀人计划。究竟个肥仔有冇份？哇！我夹我啦，夹我啦，我冇问题噶，我冇问题噶。你哋嘅对话有晒记录噶。佢俾人利用啦，佢自己唔知道。即系发脾气就可以讲一啲唔需要负责嘅说话系嘛？个肥仔其实系咪真系咁简单？我想问咧，你想问我点解要咁做？你好似去过 casting 啊，系嘛？你想做明星啊，系嘛 ？Good show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你觉得喺咁样嘅精神状态底下去录口供，对我当事人系恰当咧？如果企喺犯人栏入面嗰个系你，你会信人定系信制度啊？制度系可以改，但系为咗私心改嘅嗰啲叫权术。只要前面冇嘢阻住，将军都可以飞过去对面食咗人哋嘅水。